今天在平山的夜晚啊，微风徐徐，对不对？还是说国语好了？对，还是说国语好了，我也觉得比较顺了。你也在地火沙练凳，不练凳有不练凳的这个俏皮，这样好皮。好了，希望大家今天来到这边呢，都有这个很开怀的心情哦。送给大家这一首《心花开》，来看下我的《心花开》。那祝贺咱的啊，万年功二富千岁，圣诞千秋，心花开，好不好？来破些吹。